也差不多，是在公园，对，应该是在小学的，没有了，是在那个格莱美奖，格莱美奖，别夸张，对，那我们就是因为我跟昆汀是我们现在是五行室的，那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会出去实习，对，那我希望我们钱家把乐团的精神可以永远不会散，出去的，那交给我们的鼓手跟我们的小马，哎，知道我们小马吗？他是乔森哦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嘉琪，叫我小马就好了。然后他是缅甸人。500的魔风阳刚体，谢谢。
抒情一点的音乐。那第二首歌是我们钱家板乐团的自创曲。对，那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对社会的很多的压力，甚至很多困扰，可是我们会尽全力去把它完成。那第二首歌《原来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有听过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？
我真的有看过我的表演，知道这已经表演过很多次了。可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激励的。好，我来问你。作曲叫做《汽车》。
Suzuki 车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吗？Suzuki 后面叫什么？那野狼，你知道野狼是什么声音？非常厉害，谢谢。好，那。